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这个就是你讲的大卷。挑战新加坡每个 MRT 找一个女孩子改变发型。第五区 Novena Let's go。 Hello， 可以打扰一下吗？我是一个理发师，我可以帮你改变一个发型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可以，我不用人家改造，我可以自己做。啊，为什么？我每次都自己卷头发，所以真的不需要。是吗？你觉得我们做的没有你的好看吗？就通常卷的就不够大，也不够美，我自己卷的时候就比较好看。那我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大的，一定很自然。如果不好看怎么办？啊，不好看，不会的。如果做的不好看，我给你500块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？真的。你相信我一次。OK。可以吗 ？OK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